五彩缤纷的色带恭迎前后任院长到来，狮子会总监交接上千人齐聚，偏偏就是没人替苏贞昌高喊动算。侯友宜，动算！侯友宜，动算！侯友宜，动算！ 与其当贵宾不如做兄弟，侯友宜没有彩带，却有着狮子会成员的热烈欢迎。一下话动算，一下叫市长谁是打地狼，不言而喻。当是侯友宜的好朋友，可是刚刚都没有喊动算呢。苏贞昌来都没有呢。这倒是好的好朋友啊。因为我们是当好朋友，真心的就对。人人都是兄弟就不知道有没有算进吴主席，明明通场子也不帮忙上台，偏偏要与侯友宜错开，七早八早快闪。蓝主席席地也要低哦，天哪，这段话也要低，这段话也要低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蓝主席也好，有人事避而不见，有人事口蜜腹剑。时间赖清德台上致辞，一下自己新北在地左扯关系，右平人气，没说还以为是赖清德要选举
实现。谢谢赖院长，肯定我们，也支持选做事的人。位高权重或许能赢得排场派头，但想赢得选举，还是得靠真情真意的交集才能打动人心。郑华州张宇轩 S 小组新闻报道。